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啊！真的好生气啊！为什么不去好好买一份课程学习一下？这把给他看，咱们节奏非常好，但是队友的话，说实话，意识和操作太捞了，导致我们这把的话翻盘啊！然后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把的话打红富那个思路啊，这把的话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失误点，而且我们入殓是恰恰开门战，或者说在某些点位的话有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，大家可以好好学习一下。很喜欢反绕。带一波进医院，跟他说他那什么想把我们架在这儿。那拖一会儿。这个点位进医院好像有点远了。他维维他打跳刀，我打刀。直接闪现是没想到的。另外，小可想跟主编厉害的话，也可以看下方课程，一个单调整这个所有技能的一个细致教学哦。你走这我的板子干嘛？我肯定要下这板子，我不下我就吃刀了，你知道。通缉魔术山。哎，太早了吧？不是，在干什么？我给人一直给你们信号啊！我去，这怎么这么吓人啊？这个段位，我去！昆虫快走啊！别给他落地刀啊！昆虫下去干什么？我去！我一直给信号的，我不是没有给信号。谁点门？我来救人，我可以救人。看昆虫是干嘛？白地窖，这把不好打，昆虫可能被发现了。还有传送，可能得顶着这个鸡救人。看地窖，看有没有地窖，有地窖。我知道被通缉了，所以说只能走，不是走不了，走了就平局了，你知道？不走嘛，还有机会。不走，我们就这样住下来，还是有机会的。一个弹射就靠弹射。魔术上挂时，给他个锤子棺材。收到我了，不反身，直接自摸，一大挂我，够的。
别点门。谁点呢？啊！我操你呀！我操！你在干什么？啊！我操！这个镜子投不透你了，你死了我能走进去吗？我在干什么？我操！我操！真是要吐了！我操！真是要吐了！你直接解门，镜子投不到你，怎么投到你啊？小门过去，我倒地，这个神点肯定是够的。妈点儿，对。不好说，我们这个局他投我们这儿，可能能平局。哎，不行，得点开门再飞轮呢。我操！